钟声响起，该家的信号在他心灵内，仿佛大地唏嘘。黑色衣服给他的意义，是一身放弃。灰色旧阵中，宁愿把拥有变做失去。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肯定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哎，直播间的你们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光辉旅程们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它没有分开没种色彩，宁愿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肯定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Yes, sir.